欢迎大家来到黄崇业商。话说台股呢，在这个新春开红盘之后，今天是第二天，照样给你继续往上创新高啊，继续跳空创高啊，来到什么地方呢？9699已经相当于来9700点了哈。那这种情况之下，诚如了哈，在荧幕上所写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大家觉得比较好做呢？并没有哈，我发现了很多人，我讲出他们的心声了哈。这种情形之下是多也怕，空也怕。啊，为什么哈、啊？要是做多的话，这一下子会不会最高？因此呢，被套牢呢？那不然你就做空好了。做空的话，他也怕，甚至更怕啊，对不对？因为做空的话，看这个样，强者很强，恐怕会被轧空呢。好 ，OK， 都没关系哈、啊。先看大盘指数已经创高到哪里了啊？在这个新春开红盘，也就是昨天呐、啊，都已经越过9593线到9699来了。管理这个多也怕，空也怕这件事呢，哈、啊。其实在之前我曾经模拟过，我心里头曾经做了一个假突破的设想，我设想的东西不只是一种了哈。那我设想过假突破啊，请问一下，这一下子对于这个时候呢，最高怕被套牢的人，那你心里头呢就是怕什么？怕它是一个假突破而已啊。要是假突破的话，照理说啦，9593月封之后呢，那假突破既然叫做假突破，你应该呢，也就是说呢，再涨高也多不到哪里去嘛，哈啊，比方说简单而言哈，那给你假突破大概100点好不好？100点之内算是假突破也比较合理啊。现在你可以看到收盘收在最高9699，距离9593，这一下子呢，连100点都不值了。啊，都不止100点了，超过100点了，搞不好明天呢开盘之后就9700多了。那越涨越高，离它越差越远的情况之下，你还敢说那个是假突破吗？那就等于呢不是假突破，好比是真突破一样了。那所以一个假突破在对应的是哪一种说法？按照学理而言，我曾经讲述过模拟一个情境叫什么？来倒立的三平台123。忠实的观众们知道我讲过这一出嘛啊，123还往下三坡，往上三坡来做对应的话，123好 ,OK。那这种情况是代表说呢照理说在这个地方啊已经呢相当于借顶。啊，借顶的情况之下，这里叫 A 波下跌三波式，再来 B 波反弹，如果三波式的话，那没有规定它不能越过9593了，只是呢啊，如果你要对应它，就算给它越过而假突破啊，那个范围呢啊应该是很短啊。那所以说123123倒立三张平台，照理说这个样子已经差不多不能再涨了。在涨的情况之下代表什么？代表什么？代表他不按牌理出牌吗？啊，不是啊、哦。他继续涨代表呢，你这样的一个假说，这样的一个情境，他并不成立啦。并不成立。啊，并不成立的话，请问这一家怎么去解他呢？啊，所以呢，你们看到在这个呢新春啊过年长假期间呢，我跟你分享的嘛啊，那图文并茂。这里头图文并茂里头就这一篇啦、啊、挨到羊年小心狼来了啊，我晓得狼还没来，现在就是山羊开泰，是不是天天往上创新高，狼还没来啊，但是你还是小心什么哪一天狼来了哈、啊、晚上集体的多空推背图，管理羊年的这个推背图啦哈、啊、我相信呢拿到人都晓得哈、啊、你所看到不是单单只是羊年而已哈、啊、不是从去年啊这个马年到现在羊年 ,no, 它呢涵盖二十几年来。涵盖二十几年来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来做推演，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心里头应该有个大轮廓的一个梗概啊，这一点的话并不模糊，应该是清楚的啊。现在大家呢可能打下问号的地方在就在眼前，就在眼前，好比说了眼前在哪里啊，这种情况要是倒立三张平台它不成立的话，它人家要是继续往上涨，那当然这种情况之下这个假突破它就不成立啊，不成立。请问这个如果做解说啊，长线一直推演下来的话，心中我知道此刻你难免还有疑问啊，这个疑问呢继续往后推，到底怎么推这个东西总是要费心思啦哈、啊、但是呢比方呢我大概呢在这个先跟大家提供一下啊，那么如果说从二十几年继续把它分区再把它给拉近的话，那最近的一个大波段从哪边开始的？6609，哎，单单这个就好几年前啦、啊。6609从这里起来的，到现在你说9699已经越过9593，到底涨到哪边去？好，这种情况之下，最起码你应该知道，照理说6609以来，哈、啊，要呈现几波式？那一个是必须要呈现五波式，五波式。
只是在之前来看的话不清不楚了哈，波段接近的话没有那么简单啊，你把6609和8170当作是一啊，这个是最清楚的，打下来6857当作二，但是后来这么涨了一波接一波，涨到9593，是不是五波是完成？连我也不敢确认啊，因为这当中呢波浪来讲的话并不清楚，并不清楚啊，我们只能假说呢，假设当时在这个地方已经借顶满足了的话，事实上波浪来讲的话并不清楚了。那好吧，既然现在呢事情似乎是不是越来越清楚了，打下来再拉上去创高还没死的话，那如果这里叫做三，原来9593如果叫做三，它不是五波式的满足，而是这里叫做三，打回来的8501这里叫做四。你先看到创高月峰，如果这里是五的话，有意思了吧，有意思了吧，对不对？代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原来啊，它这个样子呢啊，似乎呢理所当然，是吗？啊，好 ，OK， 没关系啊。不过这种情景之下，哎，其实了哈，我所讲这个道理在哪里？来看一下半对数独孤九世了哈，在这一本的讲义里头，来看到很多事情不是打从一开始我们就有办法确定，不是打从一开始呢你就有办法想象事情一定是如此，但是到后来你可以知道如何真相大白。来看到哈，在内文里头我附了一段话，波尔顿说，哎，波尔顿是谁呀？第一个大家怀疑，哎，波尔顿这是谁？没听过。我告诉你了哈，啊，如果说艾略特他本身有徒弟的话，啊，那后人里头有很多徒弟啊，现在所谓啊，这个所谓波浪理论艾略特的学者们都可以算是他徒弟嘛。他徒弟里头大徒弟是谁？啊，可比令狐冲那个人啊，那个人就是波尔顿啊，那个人就是波尔顿，把艾略特学说总集大成的人就是波尔顿哈。波尔顿呢，他说了，当波形不明朗，即使回头去看啊，都感到困难。在烟消云散前，最好视而不见。接下来的局势总会澄清一切。这句话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而且我觉得相当受用了哈。说真的，到9593之前，我觉得这个波浪来讲到底是不是五波涨足了，我也不清楚，对不对啊？结果掉下来以为它够了啊，结果还不够，它再拉起来，它再创高啊，这一下子应了他所讲的话，来，接下来的局势总会澄清一切，对不对？在之前你不确定的事，现在似乎越来越确定了。原来到这里还没满足，现在第五波来了。啊，第五波来的情况之下，真相大白了吗？当然你还有疑问，包括我也一样。啊，请问一下，第五波到底要涨到什么地方去？啊，师傅这么说来的话，那外资啊所赋予这个台股目标价调高在10000多点。啊，那个东西我都可以算得出来啊。对不对？你拿到羊年推背图里头有没有半对数运算？有，那个我也算得出来啊。啊，不代表说我就可以接受，它一定要涨到10000多到哪里去？那反正呢，这里第五波的话，或高或低，这当中，也就是回到刚所讲的啦。这当中，如果从8501以来，这个叫做所谓的第五波，某个大阶段循环里头第五波的话，那请问？他接下来步伐将会如何，那个才是重点哈。那这一切呢，我当然会跟我的会员一步一步说清楚讲明白，让他们知道到底多空如何做对应哈。好 ,OK, 那除此之外呢，来。啊，如果说这一波啦哈，不只是我们在涨而已啊，我们会涨是因为国际版本身多，哎，欧美股市刷新天价的一大堆啊。那这里头呢，啊，比方说在美股里头，这个领头羊是谁？这一波就最近领头羊就是 Apple, 就是苹果，是不是？那 Apple 苹果你可以看到嘛，人家股价一样是五波式上涨诶。那苹果股价一样五波式哦，蛮有意思的哈。这个东西也只有我可以解给你听啦，苹果股价涨这个样子啊，一二三四五啊，所以你们有没有听到哈，这个媒体里头不告诉你嘛，说啊，这个苹果呢它在刷新呢它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总市值新高纪录啦哈。啊，苹果总市值现在到底有多高了？来看报纸好心跟你报的哈，苹果总市值达到7750亿美金，称霸全球哈。第二名的 Alamo2 啊，这个才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哈。那埃克森美孚呢，哎，现在两个差距有多远？你看这个蓝色霸，苹果总市值那么多，
现在第二名的艾克森美孚啦，原本艾克森美孚曾经是第一名的，蝉联第一名好久啊，现在苹果不止超越它啊，总市值还是它两倍大，总市值还是它两倍大，你看苹果多厉害。欸，可是这么一讲的话，有人觉得怪怪的，为什么怪怪的？苹果现在总市值创新高哈，而且呢，天下无敌，没人可以跟他比哈。那个第二名的艾克森美孚只有他一半而已。但是奇怪了，苹果股价涨到133而已啊，才涨到133啊。咱们印象当中，以前的苹果 Apple 股价是几百块的呢？以前几百块的呢？是他总市值创新高，但是有没有创新历史天价啊？并没有，并没有啊，对不对？这个好比说了哈，台积现在是不是一直在创新这个所谓总市值新高？没有错啊。台积有没有创新历史天价？没有啊，历史天价222嘛。啊，为什么会创这个所谓总市值新高？是因为人家他俩不断除权除息的情况之下，所以股价不用创新高，总市值就创高了啊。啊，苹果情况也一样。你看到吗？之前的印象当中，苹果股价651块，再来705块，这个才是它天价了哈。啊，这里什么跳空大跌呢？啊，不是，在这里是苹果进行大分割，大分割。那一分割情况下，就好比我们这里呢，啊，来一个除权啊，这个大配股一样啊，那种情况，股价从61折价下变 89.65。61折价变 89.65 是这样形成的，那这样形成之后，你所看到最近所谓苹果啊当领头羊在涨，指的是周 K 线这一段 89.65 涨到 133， 把它放大镜放大，就是日 K 线这里头看出什么东西，看出什么东西，刚刚所讲的嘛，第一个五波式上涨，五波式上涨多头步伐没有错，那第二个呢，再来啊，我都不懂半对数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还是没概念，人家为什么还有办法这样涨出那五波式的一个多头涨势呢？啊，最起码回档下来人家都没死了，回档下来都没死。啊，不信的话，你看到，来从这个低点 89.65 涨到 103.74， 回档下来曾经回到 95.18。啊，那为什么有办法一波接一波垫高呢？来一个东西嘛，哈、啊。既然苹果它是领头羊啊，你如果认识它，如果认识它啊，不是透过媒体报道而已啦啊，你必须呢要换算一下它半对数，在当初来讲的话，一个数目字叫多少呢？好，94.8，948啊，四舍五入嘛，来写一下，当初 P 数率等于94.8，来回等到那里95.18，98跟95。不是一样吗？对对啊，刚好在这个地方嘛啊，但在这个地方，哎，人家第三小关最后防线没跌破之后再起来啊，对，起死回生之后来创高到119.5，又回档下来到104.63了。好，就这个阶段，就这个阶段啊，如果那个叫12345，我们可以这个样子再来给他算算看哈、啊，嗯哼，验证一下到底苹果本身它的一个股价逻辑有没有适用所谓的半对数啦。嗯哼，马上就 OK， 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多少？ 103.9 104好了， 104 啊， 104比较简单哈，一样第三关104回档到哪里？来看到 104.63 啊，不就是104吗？啊，不就是104吗？啊，所以嘛，苹果按照半对数在运作的，按照半对数运作哈，按、啊、你说为什么那么巧合？对，就当它是巧合就好了哈。啊，如果事情都那么巧合，所以我说嘞，那么巧合的东西你要不要学？要不要选啊？好 ，OK， 从这个地方起来之后展开第五波，第五波创高来到133了啊！如果这里也叫第五波，哎，刚我们不是讲到嘛哈？啊，台股如果是一个大阶段循环里头的第五波，那第五波要到什么地方去？那现在来了啊！你如果看到苹果这个领头羊呢，啊，一样涨到第五波啊，涨到第五波，到第五波要到哪边去？要到哪边去？到哪边去抓你就必须回到哪里来看到原本大背景里头周 K 大背景呢啊，它是61这里进行大分割之后折价下来跳空折价下来之后才又起涨的，这一下子是不是整个来都乱谱了嘛？啊，乱了谱了怎么办啊？如果唯一的办法你真的还要运算也是可以的，不是不行啊。那既然形成一个大落差的背景 ,61 到 89.65, 啊，反正你知道这个不是因为下跌，是因为大分割，但拿它当背景来运算也没关系啊。啊，你就运算一下嘛，来给它一个反弹啊 ,61 到 89.6 来个反弹，啊，反弹第一关呢。反弹第一关收斜要计算的话当然就简单啦，啊，就简单啦，啊，嗯哼。啊，这一下子呢，看看这个所谓的苹果代理美股啊，可以涨到什么地方呢？来，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 ，P1 是多少？191。P1 等191的话，那还得了啊？拜托，现在才133呢，
现在才133，涨到191，那一下子美股要创新高到什么地方去？纳斯达克要涨到哪里啊？然后台股要可以跟涨，跟涨到哪里？是不是？那我讲过一个东西嘛，当这个背景太大的情况之下，你真的要计算，那你应该计算什么啊？不是第一关把它算出来，这真的要朝那个目标来，那个时候背景太大了啦啊，你应该要计算它的前哨战，第一关之前的前哨战在哪里，那个前哨战在哪里的情况之下，嗯哼哼，一样来回到半对数独孤九式，半对数独孤九式运用什么去计算呢？所谓半它的一个第一大关的前哨战，黄金切割率的衍生数据啊，你真要算它前哨战的话，告诉你这里头衍生数据里头可以算前哨战的还不止一个，还不止一个，几个？两个啊，依序计算一下前哨战在什么地方。你懂得情况之下，你真的要想象苹果，甚至从苹果想象到美股乃至于台股啊，这个样子才比较有意思嘛，心中才有一把尺嘛，了不了解？了不了解啊？那如果你会算的话，你就试着算算看，试着算算看。好 ，OK， 没关系，再回到台股上头来啊。既然苹果是领头羊的情况之下，所以呢，只要台股里头了啊，苹果概念股它就通通会涨吗？谁讲的？谁讲的？啊，苹果概念股里头，他们也在竞争啊，也在竞争，有涨有跌了哈。那比方最近呢，它最热门的一出竞争，媒体最喜欢报道的，你们看到外资力捧之下，和硕已经登代工股王了，因为股价超越谁？股价超越了这个所谓鸿海啊，对不对？所以这里报道什么？和硕的童子贤这一下子已经呢啊，比鸿海郭台铭来得强了吗？他就讲这件事了，在讲这件事哈。那所以这一下子的情况之下呢，你看到的确嘛，来这个鸿海股价是跌跌跌跌跌，是不是？那然后呢，和硕股价是这样涨涨涨涨涨，哎，涨了几波了，哎啊，如果这种情况之下，多空对照都就很清楚了嘛。然后这个所谓鸿海它走空，然后和硕股价走多，看到目前为止是不是这个样子了哈？但操作者来讲的，我请问你哈，啊，干脆呢，啊，既然和硕股价走多，不然叫你去追单好了，你敢追吗？偏偏你就不敢了。啊，对，多也怕嘛，啊，你说鸿海走空啊，不然你空它好了，你敢空吗？对不对？你也怕空在呢啊，那个铁板处啊，不是吗？它大支撑在哪里？之前运算过 83.2， 最低多少？83，对不对？啊啊，这种情况之下啊，不然应该反过来才对嘛，那不是应该所谓高空低接，所以多空对照之下，应该反过来去空和硕，然后呢逢低做多鸿海吗？我可没有这个主张。我可没有这个主张，大家别误会。坦白讲了哈，多空对照之后，之前看着鸿海这种走势，想到去做什么？放空鸿准，不是现在了，之前还记得吗？之前鸿准啊，对不对？鸿海旗下股嘛，鸿准给他来个箱型整理，1234567，当时到86都继续拉高，拉高到哪里？来算出来872最高刚好872了哈，你去空这里。不是你去空啦，我们空啦，啊，是我们当时高空之后给它卸来，卸来应该破低点嘛，破低点破到什么地方去？应该 P3 在什么地方 ？P3 798，因为破底下有啊，798啊，794啦，794、798，隔天多少？78.5，就78.5是这样空下来，这样空下来，所以当时看着鸿海是去空鸿准，相对来讲的话，看着和硕。不是要你去空它哈，没有说看人家不顺眼呐，啊。看着和硕，你既然买也买不下去了，应该买谁？应该买谁？既然你说当时看着这个鸿海去空鸿准，鸿准就是鸿海的子公司嘛。那你看着和硕长这个样情况之下，要去买的那个东西应该跟和硕有关系。哎，讲这个样子的话，你还猜不出来是谁的话，那要怎么办呢？对不对？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任何事，我只在节目当中跟你分享我的态度。至于真正呢，接下来还可以多空对应的，还有什么股票？先进广告，马上回来。恢复家园时，请穿雨鞋，戴手套。先做好自我保护，冰箱解冻过久的食物请丢弃，水要煮沸，食物要煮熟，
积水一周就会生蚊子，废弃容器要尽速清除，多一分警觉，多一分自我保护。我们知道您在乎的是绩效，也了解您关心的是竞争力。韵达投顾永远值得托付。02-2781-0909，02-2781-0909。看你这么年轻，怎么就气喘吁吁的？爷爷，你怎么都不会喘？除了运动，我也定期做体适能检测。体适能检测，你看，全国各县市都设有体适能检测站，提供民众检测。项目包括肌力、肌耐力、心肺耐力等多项检测，还有英法族专属检测项目哦。这里的教练亲切又专业，那我也要定期来检测。运动99，健康99，教育部体育署关心您。欢迎大家回到节目现场。如果刚刚你所看到那一个什么呢，在之前啊走空的啊那个红海跟走多的呢啊那个和说啊两个好像恰恰相反 啊接着呢来啊你看一下这档个股的走势下来之后，好开始冉冉升起，然后在这里做横盘跟另外一档个股啊来这么下来之后来冉冉升起在这里做横盘，说起来这两个就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两个家伙的走势就相当了啊，代表他们未来的一个看法就同向吗？谁说的呢？哈，告诉你，这档个股在之前没做空啊，在之前没做空，那怎么去空它呢？怎么空它？哈，来，你看到之前70块上头，我们是做空，70块上头没做空啊，最高769，它掉到588呢。别以为它没跌哈，掉588，588是什么地方？我们晓得它掉到哪里嘛？12.6到72.9掉下来的情况之下，当时我们晓得它掉到什么地方去？忠实的观众们应该开始知道我在讲谁了啊，应该要知道我在讲谁哈、啊。嗯嗯嗯，来来来，马上就 OK， 一个数目字就出来了。来看到一个数目字多少？594代表 P1 59.4 哈、啊，跌到哪里？58.8，差不多了啊。这一下子呢，第一关枪弹，它有守住的话，所以它于是不是强势整理啊？人家又起来了。那、起来之后准备又要挑战高点吗？来相对看了一下哈，下面这一档啊，这一档情况之下呢，来它一样差不多哦，拉起来到这里啊，这里是哪里？当初这里来讲就是反弹，所谓总反弹的第一大关就是391啊，这个我早都算过了啦哈、啊。来给它回来的情况到371是这个阶段回档里头，用蓝笔写的话，相当回档里头也第一关强势整理啊，所以说写跟刚所讲那一档是一模一样的，它强势整理准备拉起来啊，然后再来挑战这里关卡高点哈、啊，屡测关卡屡测高点中位过，于是这两个都看好吗 ？No， 我告诉你哈。啊这一档的情况之下，我的确看好这一档，我的确看好它是好洋股哈。那我可以告诉你，它也是苹果概念股之一。做苹果什么东西的 iPhone、iPad， 包括未来 iWatch， 它都供应链之一啦。啊，这一档强势整理的话，未来渴望挑战关卡之后，不排除过关斩将哦。啊，如果对我来讲的话，我这兴趣来低接它嘛。写错了啦，应该是 buy， 对不对？相对这一档我曾经做过空的，它在起来情况之下，不用说来到高点这里了哈，高领物象什么地方可以再空它一次？两个差别在哪？长相都一样啊！我告诉你一件事好吧，这两档个股了哈，获利多少都是3块多，
获利 EPS 都三块多，但是一个股价六十几块，一个股价三十几块，所以呢，我讲的没错嘛，跟会员讲嘛，你哪一档个股拉高啊，哪一档个股压低，然后呢，这个就所谓的多空对应，就所谓多空对应，但是有人做多被套，做空被嘎，为什么？不懂半跌出三分线，你对指数股价就没概念。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